谁？就是我们的神明王天君。我们从龟山岛来之后，就带着他来台湾了。哇，真的是走好远哦。鸟踏石渔村，耶！一座灯塔，一个渔村，一段美好但消失的景象。从前，花莲有一个白色的灯塔，它的外面有一颗好大好大的石头。哇，你们看，有一座好大好大的白色灯塔哦！你有看到灯塔外面有一颗大石头吗？有啊，上面有好多好多的鸟哦。那颗大石头上有很多很多的鸟，它们有很多很多的鱼可以吃。为什么会有很多很多的鸟呢？因为海里有很多的鱼啊，这些鸟待在这里就有很多的鱼可以吃，捕鱼的人也有很多的鱼可以抓。因为大石头上踏着很多鸟，所以这个渔村也被叫做鸟踏石渔村。在海边有一个村子，那个村子被叫做鸟踏石渔村。啊，但是为什么渔村会叫做鸟踏石呢？因为那里有很多鸟踏在石头上，所以才会用鸟踏石这个名字呀。渔村有各种不同的人，有龟山岛人、格马兰人、琉球人和日本人，以及高雄林边来的南部人。这个渔村的人是一开始就生活在这里的吗？不是哦，听说那里有龟山岛人、格马兰人、琉球人和日本人，以及高雄林边来的南部人。哇，好多种人哦，我们赶快进去渔村看看吧。跟他们一起住在村子里的还有一尊从龟山岛来的王天君。咦，这是谁？这是我们的神明王天君。我们从龟山岛来之后，就带着他来台湾了。哇，真的是走好远哦。渔村的人，有的人以抓鱼生活，有人在海上耶，刚好回了岸上了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叔叔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抓鱼啊。诶，但是为什么要抓鱼呢？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卖钱生活了。我也要跟叔叔一起去抓鱼。有的人以帮货物生活，听说这里的人不止抓鱼生活，还会搬重物来生活。搬重货物很重吗？会压死人吗？当然很重哦。好辛苦哦。还有教小孩读书来换取住宿的高中生。这里好像还有学校哎。来，大家看好，这个是三，这个是二，好，哇，你看，他们都在学习耶。那些高中生会来教小孩读书呢。他们平常也会去海里游泳，过着快乐的生活。这里的生活真惬意呢。对呀，海也很美呢。哎，好多人在海里游泳哦。哎，真的哎，那我们也先去玩吧。好，耶、yeah, ！真是太好玩了。某一天，因为政府要在这里盖港口，所以灯塔就被炸掉了。哇！台灯塔倒了，太可怕啦！赶快来看呀！哦不，白灯塔，我们的回忆没啦。村子的人也搬走了。为什么他们要搬走呢？因为政府要在这里盖港口，所以他们要搬走。啊，渔村不见了。港口虽然带来了金钱和大船，好多大船开进来啦。因为船上带着很多货物可以卖出去，所以要开进来赚钱，这样就会有钱了。不过鱼没了，鸟没了，村子也没了。但船把鱼都赶走了，哈，这里鱼都没了。对啊，所以鸟都不见了，这里只剩下光秃秃的一片，太可怜了。只剩下一颗冰冷的大石头，
啊，这里什么东西都没了，没有鸟，没有鱼，没有白灯塔，没有高中生在游泳，只剩下石头陪伴着花莲港。对啊，我们不应该为了赚钱让历史不见。从此，鸟踏石渔村只剩下满满的回忆。